婆婆，公公，哥哥，爸爸，爸爸，妈妈，妈妈，爷爷，爷爷，奶奶，奶奶，姐姐，姐姐，妹妹，妹妹，叫姨公，姨公，姨妈，妈，舅舅，舅舅，公公，哥哥，婆婆，婆婆，爷爷。奶奶，奶奶，姨妈，妈，姨妈，天天五妈五妈，叫姨公又叫得出姨公，叫姨妈叫五妈，转不过来的舌头。你喜欢喝这个果粒橙，我特意买了一箱过来给你，你喝你看。哟，怎么买那么多？一箱而已，没多少啊。太多了吧？我说喜欢吃你就买一箱啊。你留着慢慢吃啊！这么夸张？那我要天上那个月亮你也摘喽？啊！尽量满足你的。我天哪！买一箱回来吃，你太夸张了。这段时间天气热，你留着放冰箱里面慢慢吃。那好吧，这个也太多了，什么时候才能吃完哦？半个月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半个月啊？那你也吃一点，我一个人哪吃了那么多？哦，行，准备一盒白凉粉，1块钱一盒，放点山泉水啊。这个水分量一般都是放王老吉1.5升的那种瓶子那么多的水就可以了。把白凉粉拿出来，这样子的，把水烧开。哇，水开了，把这包凉粉倒到水里面，给它溶解掉。搅拌一下，再倒入不锈钢碗里面，给它自然的凉，凉了之后就可以放到冰箱冰起来结构。再倒入山泉水，待会煮开，煮开就可以放红糖进去了，红糖已经放进去了。现在我把这个灶台的位置擦一下啊，我跟婆婆他们去抛秧去了，然后我的外公姑他去上班去了，现在就是只有我跟小宝在家。这灶台要3头2天要擦一次，不然有油啊。酸萝卜好吃吗？好吃呀，好吃，酸甜酸甜的呀。好吃吗？隔壁的美女牙签小妹妹，这个萝卜水好吃，自己腌的酸萝卜，来喝点萝卜酸水吧，看一下好不好喝。酸甜酸甜，甜甜多，酸酸少一点，所以就偏甜，好吃。你感觉怎么样？好好喝，好好喝。小宝，杀西瓜吃，杀这西瓜，杀好冰着给婆婆回来吃。哇，爸爸，爸爸又20多斤了呀！你看好红了哈，好红啊，那西瓜。真的，来，嗯，这个西瓜好吃，好甜呀。嗯。拿来冰起来，等一下我公公婆婆他们回来可以吃，帮他们。冰好，来打西瓜真好吃。冰好一大碗，哇！好好吃啊，酸点酸点的。好吃，我帮你打包一碗粉了啊，萝卜啊。嗯。你下次请那个萝卜皮来一点。哦，可以。小一碗跟你回去吃啊。嘿嘿。还剩一点我吃得了。东西蛮好吃。嗯。东西蛮好吃。东西蛮好吃。得了，留一点我自己吃得了。嗯。就留这么多吧。好，谢谢了。没事。啊，拿一碗回去吃吧。得了，等一下再来玩。好，等一下再来玩啊。哦、我也要煮菜了。嗯、等一下我公婆回来了、嗯。有空过来学一下做酸萝卜也行啊。哦。哦，你那么喜欢吃。但是你会腌啊。啊。是啊，我这两天去外面买了就没那么好吃。真的、啊。红糖水上好了，拿去冰箱里冰起来。
待会老公下班回来就可以喝了。掉到裤子上去了，嗯，宝贝，呦，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看着吃的嘛。啊，哎呀，爷爷回来了，叫爷爷。啊，好痒好痒。大爷嫂。你要我脏吗？哦。累不累？爸爸爸爸，你回来，小宝就叫爸爸爸爸爸爸。累不累？累。你看一下，你折腾了一天。今天穿这么漂亮。哪里漂亮？你看你折腾了一天，头发全是灰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爸买的。我也买了。你也买了一点。他也买了。我看你头发有没有灰些？没有灰啦，一路吹回来还有灰尘。哦，辛苦了。小碗凉粉给我男友吃。红糖水。两个糖。你讲啊。放点薄荷。放点醋，搅拌一下，喝一杯凉粉，老公，你看一下好不好喝？好冰啊，我就是冰了一天，给你回来喝。好喝。好喝啊！今天第一天上班，感觉怎么样？还好吧。还好啊，习惯吧。习惯了。一头都是灰，而且看到你都有白发了。鼻子连都是灰。真的啊。这么可怜，多喝点凉粉，把这一碗喝完去解暑。喜欢喝，下次多做点哦。好，你看了对吧？是吧？这个头发像什么？老婆老贝的。今天你第一天去上班了，小宝老是找你，老是找爸爸，找爸爸。之前没看到爸爸是不是？就是了，他一天都在找爸爸。你看，你刚才开电单车回来，他就冲出去叫爸爸，爸爸。是啊，一天没见爸爸。对。想不想爸爸？想呀。老公，你煮饭啊？煮饭了，辛苦了一天，回来还要煮饭，我来煮吧。你的小碗都很辛苦了。不累，我都习惯了，有一点累，但是我习惯。我说我带他习惯了，以前我在我娘家厂里面，天天都是我一个人。你想想我大多久才以前？一回来就要爸爸抱，爸爸累啦。给爸爸休息一下。乌龟。嘿，怎么捶爸爸嘞？打手哦。嘿，摸一下，摸一下爸爸，心痛一下。啊，对了。请爸爸一个。亲一下。公公买了这个烧鸭，拿来热一下。老公，我把这个烧鸭热一下。嗯，辛苦你啊，老婆。不辛苦。你今天带着小宝，一个人带小宝，他也很辛苦的。一个人带小宝做点家务也合适啊。主要是小宝太吵了。对，他好调皮。是吧？你一个人带着他也很辛苦的。那我以前还不是带，我都带了两年了。我都不好意思啊，跟你都还没有嫁过来就让你去下厨房了。没事的吧，反正我不是也吃一份吗？对吧？是的，吃一份啊。那我在娘家，在豆腐乳肠里面，我还不是要煮，对吧？对，只是说煮的少一点而已。辛苦你了。你这傻瓜蛋！哎，
捶，要抱着爸爸，要摸，心痛他。哦，对了，抱着脖子，心痛。嗯，对了，这样才乖。今天吃的好，又有鸭肉，又有鸡，又有鸭。爸又买了鸭，你又买了手撕鸡，你说吃的好不好嘛？我在你家吃饭，我都吃肥了。如果说让你吃剩的，你丈母娘肯定说我又欺负你了。哪有？那天我妈还说叫我控制一点吃，不然吃遍150斤就不好买衣服了。不用控制，能吃是福。哎，说今天把你饿死了，又说我欺负你。说是这样说，但是真的肥了150斤，你想一下是什么后果？不会的，到时候你都会嫌弃我喽。我不会嫌弃你。你这么好的人，我去哪里找？哎呀，又勤奋，是又能干，是哪里找？在你心里什么都好。你这货了，低了，看到吗？不要过来，推车车，奶奶推车车。不要退后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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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抓垃圾，我抓垃圾，对对对对。丢垃圾桶，爷爷吃完了西瓜皮，小宝马上拿去丢垃圾桶。这个小宝。抓垃圾。得。等等。我得胡麻菜吃了吧？凉的。凉的。对，胡麻菜是苦的，苦的凉，苦凉苦凉的，并苦又吃胡麻菜，我遇上我你又不苦了，颜色绿油油的，好热啊，你抱我啊，好了，跟你在一起好幸福，好热啊，幸福啊，放松身上。等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回来。啊，回来了，我去找找奶奶，找奶奶尝一下。吃饭了，吃点烤鸭、红萝卜，还有胡麻菜，都是农家菜啊，下饭菜。还有煮了个鸭蛋给小宝吃。爸爸弄，不要吵，不要吵爸爸。来吃，宝贝，爸爸喂。真乖，真能干了。大口大口吃嘛。好，鸡蛋啊，鸡蛋。爷爷，我带一个。嗯，儿子，他不能吃了。提着昨日种种艰辛。老公，发下愁，他说婚姻不能做事，还低着个头给我猜。知道你比我高一个头，怕我猜不猜不到，对吧？你知道就好了。啊。尊重你们，不然你要顶着顶这个脚。嗯，还有你擦一下肚子，把这些灰擦掉了再去洗脚。嗯，啊，感谢你比我高多少？看看，哇，比我高这么多。嗯。啊要爷爷抱啊，要爷爷抱啊，啊！老婆，嗯，明天你要去干嘛？明天我还是一样做电脑单，打包豆腐乳，接点生意，做电脑单，管理一下店铺。明天，那你呢？我明天上班啊。还是继续上班？对啊，下了班我去接你。啊，下班你接我过来啊。对啊，好好，那。
那你赶紧去洗澡啊，你看你全身都汗，累了一天了。你带来小碗吧。嗯，好。